心有一点清气啦。咱顺着稳定这条线，这是咱的原体，母娘予咱这么的稳定。上天啊，伊的本性降伫咱一世人的心，真理拢是天性，转咱恢复是天命。这是咱的缘出现，嘛是咱的理呀现的情。对着原天的心意，我只有来讲清净顺性，是灵一点性，显露咱的温度，顺着通天一点灵源，无形伊的净天性，只有予咱清醒啊！咱爱是定法在世心，这是咱回母的灵气，通着清净这条灵魂，这点有顺的天，咱爱顺母这条灵啊，上苍的天界。只有显灵神在，我有一条青天的本领，来见母娘这呢啊亲，是咱以顺家的灵气，拢是显露清净的心性，灵魂的天性，最主啊显色性。拢是出家一条灵气，显露啊，则是顺咱的心。我有一条清净的天，再来讲顺家阿母啊的心，是咱以清净的天性，是咱掠定在世间的心运，一点有顺。的灵气，咱来行回清净的顺性，无形伊的灵源，导咱清顺灵，这是咱灵魂的灵气，转咱有正一条心，阿母啊，伊爱予咱的情啊。拢是顺着通天的真意，表明在世咱的心运。我有这条清净的天性，带予咱这尔运的天灵，是咱母娘啊这点气，是咱搁再增长来这条线。金宝啊，爱予咱。的稳定，咱才有这尼啊顺的心开啊！这是咱显露清净的天性，顺着无形的法性，咱爱行回清净的本性啊！这拢是显明咱的灵气，以咱顺家路顺啊！是清净一点灵源，阿母啊显的顺啊，则是咱的心。我有这尼啊清净的天性，咱再来讲顺家定咱的灵。有一点显明的天，我爱一心啊，这尼种的性，拢是。出家的天理，咱才有金宝顺家的心，这是清净的天灵，嘛是咱归元现世清。对着元天这点灵气，我爱显明落家这条心性，
这拢是通咱的清净，有咱看见这条灵，咱出家伫这条心的，这是咱正法的灵魂，道灵顺甲心遮尔啊清。上苍以后咱行，我回报这条灵性，这是清净的天意，落伫咱这点清净的顺缘是灵魂伊的灵气，嘛是我搁再顺加回妙。你有一点清净的天性，都有咱这么稳的天灵，某啊有一点灵气，转伫咱这么顺的心神，天元有路有灵性，转咱出现则是天神。有咱一点落界的天，咱再来讲顺无这么啊清的心啊，这是咱的缘本性，嘛是你来讲出家落灵，有咱一条正法心，转咱显露有稳定，无形伊的灵气，有咱清净顺心，你有这么啊稳的灵源，我再来转无形的清净啊。这是咱顺着天元这条心，灵魂闹这么啊清，咱倒转来元这么啊明，这是咱出家的心，伫咱有这点清净的天性，咱才带有原来金母娘娘伊的天命。有咱回出先天这条线，拢是稳定的天，咱才对有母娘啊这么正的性。有咱回到上天灵，咱再来转互伊安定，是对着清净咱的灵源来度着母娘这么清的心。你有一条正法路线，咱再来讲顺加显的净，是以原来咱的真意，老母啊定落来顺伊的心。咱只有用着清落家，这是代表先天的本性，落伫咱即马回灵这条元气，照着通灵的圣意，咱只有回着家己顺灵的心，这是咱恢复清净的天灵，搁再倒转来。咱的心稳定，灵源闹照天意，恢复落家则是顺定。我有母啊，伊的元神出家，伫咱即马即个气定心啊，是咱随着通灵即世，我会当运用清净的天理，派我即点灵魂入性啊。真法拢是天意，爱咱转的是定这条心。我有这么稳的本性，直通咱母娘这条原形，有咱一点正法的灵气，我再来回到顺家的心神，有咱这条清法的天。母啊，才予我这么稳定的心，这是咱团清净的灵性，对着咱这么稳的天神，灵源闹正如性，爱咱转转来，才是天灵。今母啊，有这么顺的心意，
我只有来讲定法路性啊，是咱有顺这个天性，母娘啊爱咱有顺的天意，咱再来行出家这条心，这是咱的清净灵源，恢复着咱这条清净的气，拢是稳定咱的灵性，转入咱这个心，这么啊清净，灵魂伊爱咱的单纯，咱才有照着先天这条灵，真觉本意的天缘。咱爱道家，则是心转，有咱一条正法的灵气，你顺着通天母娘的心，我以这点青天的愿灵，转过着我的心安静。你有这条正法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路行，是咱有这点。清净的天，见咱源头金母啊，伊的性，你有这条源天的本领，顺着咱在世，这个心安定，得到清净的天，咱只有见源这么净的性，天元老照本领啊，现咱一点气通。我有母娘这条灵魂，团的运，是咱元天这点气，回着母娘这条心，定甲这么运的清灵，真元本意是天界，现到清净则是顺性。我有一点清天的灵魂。再来讲顺家，咱的心清，这是咱灵源的灵气，转到这么清净的顺心，无形的天界，拢是这么的稳自在。咱有这点清天的真意，再来讲顺家稳定咱的心，这是咱。出家的灵魂，金母啊来讲会稳，是你以清净这点灵魂，我再来讲顺家，咱的真意，这是咱清净顺母愿，转落咱即马即间气现出，我有即马这条灵魂，顺着无形咱的清灵。拢是原体的真意，金母啊，伊传予我的清。今日我只有顺着灵魂这条线，出现伫咱即马，这个意定落来，是咱以原天这条灵气做主在世，咱的心会静。真理是天元性，安住则是显的净。我有一条清净的天，阿母啊，再来讲这么啊顺的心，这是咱传法的灵气，啊嘛是咱见母顺定的心，有咱一点正法界。咱再来讲显明咱的本性，在世间咱只有用天灵，母啊，伊这么啊清的心，这是咱看现这点元神，嘛是咱有运落来这么啊清净，拢是显明咱的灵气，你才看有这么啊运。的心定了，真觉的天性，转咱见母定性，有咱主要通法界，有咱无形静的在，这是咱
清净的天，落甲遮尼顺时，咱的心，我有一点灵元灵气，转伫咱遮尼啊平静的心性，这是咱恢复天元的灵元。母啊，爱咱遮尼静的心意，拢是兑现咱的灵魂。母娘伊才会当稳定在世间咱的心，这是咱清净一点灵家，现咱有顺透的心，这点只有咱的灵气，恢复清净这条心的，这是咱清净的天，度我在世间这条灵会当归原体。是咱即马即个性归元灵，无啊一点气清咱的心，这拢是清界咱的灵性，转伫即个心嘛会稳定一点有稳即条心，咱只有行向即条灵魂呢。我用着心啊，即间开。转伫咱的灵，遮尔稳。天元本意清咱灵，向咱元这条心，依咱这点灵静，这是咱恢复正法的气，通咱心内这条本灵，恢复这条清天的真灵，咱只有来转。无形伊的现象，这是咱归元这点价，现咱有顺头这条心。无形伊只有讲天界，伊咱这么稳，只有讲自在。一点灵元现世形，转咱安定这条心。你有一点清天的灵，我再来讲顺家安定的心，灵魂的天意，上苍见母顺天，是咱有稳遮尔啊静，是咱搁行顺母的心。你有这条正法的灵魂，我才有现世。心顺啊，这拢是显开咱在世间这条心啊，这么啊清醒。无形界就是你爱对会稳、会顺、会准，这才是当下咱的气相通。咱要讲的是现主时的接受，咱才会当传着母娘伊这条灵源。这是咱清净的配合，母啊用着这点灵气，以清净的心，真理是天元神，降落这是现世形，真元本意的灵性，转咱清净慧灵，无形伊的灵气。只有转伫咱遮尔清净的心边，一点有顺的灵源。母啊来讲，静出着遮尔稳。我爱是上苍这条灵气，显露咱清净这条心的无形伊的灵性。只有咱通转来清净，是咱一点灵魂的灵源。咱再来讲顺家金母啊，伊的心有咱一条正法正理，传咱清净乐观性，一点稳定的灵源。咱来出家心清。有咱一条正法的本性，你再来向先天的清净，
拢是显明咱的心。我走阿母啊，这么稳，是你显露青天神，是咱搁再行转来，这么啊顺。上苍伊的灵气，咱来兑现顺母啊伊的灵性。你爱是这么啊稳的天灵，咱再来行回母这条心。这是咱清净的天，拍通咱这么稳的心。你有一条正法路定，这拢是出现咱的灵性，见到顺家咱的天命。灵源闹正灵气，爱咱行的顺天神，有咱一点灵源的天理，咱只有来行正法的神，拢是主宰的天灵，咱再来回转来先天神。有我这点清净的天，度咱顺家母娘的心。真理是应落来，青天是顺咱的气，爱咱行的则是现证。伫我有这么稳的灵气，咱再来向着顺家的心，这点灵魂的天界，只有咱来开发自在，是咱以清净这条灵魂。来讲到母娘的运，青天则是灵气，见咱的源头则是本性。我爱是显露这条清净，母娘伊爱予咱寂静，在世间咱这个心嘛，有这条元气，这是咱顺着通天，掠定在世间咱的神。是咱以正法的灵性，敢若亲像咱佛缘先天灵，无形伊的灵性，只有兑现咱的心，是咱行这条灵魂，转入着清净咱的心意。灵魂若见原祖，咱就会当正念顺的心透。这是咱讲到这条清净，罗伽金母伊的原型，真源出现则是灵气，恢复清净拢是顺定。咱有无形正路性，拍通咱顺家现世性，是咱以正法的灵性，定咱清净。这尊神，我有无形的显露，这是咱出家一条灵气，导致咱这么清净的心，这是咱元灵伊的清净，恢复咱顺灵心在，一点这是咱的灵气，发酵咱先天的心，无形界。只有这么稳的灵性，这是咱传入来清净的天意，派咱在世间落灵。这是咱顺着正法的灵气，一股气恢复着咱当下初心。这拢是天元伊灌咱的心，我才有母娘这条元神。拢是现当当咱的灵气，我再来行个人的心运，真灵本法拢是天界，金母啊来传，则是咱的灵性。我爱是显明个人的心，归咱的清净，这是现况的咱的灵性，要甲咱讲一定。凡世间，咱的心归命，
母娘伊爱咱有一点灵缘，转咱的心嘛，遮尔啊清，上冲这条元气，是咱以正法的天性，神啊入咱即马这条元性，这才是咱讲的清咱的灵气，加强咱这个心嘛，遮尔啊顺时。上苍伊个本源神，爱咱应天落灵啊！这才是咱正天的真意。老母啊，显明咱这条原性，是咱行这点气，通着在世间咱的心。这是咱恢复灵源灵性，转过着咱即马这个心嘛，会稳定。是咱以清净的天理，逐天倒转来金母娘娘这个心内底，我爱是得通这个灵性，亲像金母这个元神元形，这才是我在世间修我这条灵，做伙啊倒转来咱的心安静。真理是天意，落地清净则是原心。母娘啊，伊爱咱会清这条心，这是咱为主的灵源。母啊来讲，遮尔啊顺的心，是咱恢复清天灵。金母爱咱行的安定，是咱有这点清净的天。咱再来讲顺家，咱的心意有咱这条正法的天灵，我再来讲顺家金母啊，伊的清净真理的灵性，显露顺咱的心。我有这条正天的灵气，转过着心嘛，这样尼啊稳定。是咱有母娘这点灵魂，我才有遮尔啊稳固的心。啊，是咱道家这条灵气转伫咱的心嘛，顺家。我以这条正法的灵气，这是咱通灵，伫咱这个心嘛，伊会当现。我用着母娘啊，这个元神灌入来，我即马这个心诶，这才是咱讲的灵魂灵性。母啊，予咱以神为准，在世间，咱有这个神的家，咱这个心嘛，都显得开，这是主动。咱的元形啊，伊是清的。是咱这个天性，伊的造化，予咱来讲着无形的天理。今咱只有用生化，咱才会当顺着大自然，是上苍的天灵，是咱金母伊的原性。这是咱回着正法的灵性，是咱行回。清净的天，母娘啊，才予咱有一点灵魂的灵感，现伫咱即马出定，拢是稳稳定定。世间呐，咱才有遮尔啊清的心，是咱向的这个天空。母娘啊，伊一点利益啊，加入来，这就是咱回家己。修咱呐，即世，我用着这点清天的灵魂，要来讲着我这个心嘛，向天转来，是咱顺着正天的灵性，在世间咱走入清净，母啊爱予我一团，今日我只有照母娘这个口力，来筛出着我这条。清到源头的样，这是咱老母伊的灵性，
寄入我我这个心啊，牵我的心，是安尼咧运，安尼咧做，我才有金宝这条天意，派我伫凡世间来做神的工课。这是咱一点青天的灵感。世间只有通家己的心，咱爱是家己的明白、明理，传着正法，老母娘娘伊的完成，这是通灵。咱过着母娘这条灵气，世间咱行的是上天，无形伊的精神开源呐，咱才会做灵。这是咱清净的天理，一粒头壳中啊，咱出神。我有这条清天的灵魂，是咱老母啊，伊予我遮尔啊顺呢。我要做的是正法出现咱即马这个气。一个人啊，只有修长啊，咱这条本性肯定啊。咱家己的心，这才是咱回到无缘这个主人主性。我以一点青天的真意，敢若亲像老母，一定我这个心向伫咱无形这条灵性接触着咱的天元金母这条元神。这是咱随着正法正理派咱道家。在咱这条清净的灵性的，这是咱的灵源，母娘啊，这点灵气，我爱是上天，打通我这条本源本性显得开，这才是咱行的清净的灵气。要来讲到源头，咱母娘伊的性。真理五在先天气，正法如灵顺天理，现咱无形上法界，转咱定法一条心。这是阿母啊，伊向转来，我即马这条灵诶，因为我爱是清净，在世间我就会当见着家己诶心，倒转来原来找老母啊。伊的本性发正，咱的清净，这是咱通甲一定中，搁再一定。母娘伊爱予咱遮尔啊诚意，咱才会当有这种源头的清净。这是在世间我的心会当结合，先天咱的原性生咱母娘啊，伊这条原形伫咱即马这个心头的。是咱顺着清净的天，赐咱一点阿母啊，这条原性大智慧，这拢是通咱这条灵魂。母娘爱予我会运，今日我是伫遮运行、运动我这条心，敢若亲像无形定条条啊！这则是咱正天的灵气，咱个人的心感遮尔啊强烈。这么强大，这是我体会啦。这条灵气的正灵啊，都在我这个心嘛，这么啊顺。天元老母这点性，爱咱转回来会清。我爱是无形这条灵气，转在咱这么顺的心定。真我本意是天界。显得清净，才是顺心。有咱一点灵法界，再来讲通天正神来啊！这是咱清净的天，阿母啊来行你的心啊！显得是正法的灵气，爱咱向的是咱即马定会条这条神，在世间。咱用心啊，这股气内底这种精明，这是神的大。
咱讲啊，做神伊个宫殿呐。我爱是这条正天的灵气，母娘啊，给我这个神呐、啊、为中心，宫就是神咧带，正中心位，这就是咱讲的灵性。咱找倒转来，咱家己的心嘛、啊、会稳定，神呐、啊、有这个力啦。真觉本意是正天理，五出千界无牛气，灵元顺家定罗神，转咱在世遮尼啊静。这是咱回家己的心。阿母啊，伊咧讲是顺呢。今仔我只有照着天性，金母啊掀开我这条原体一灵。这是咱随着清净的体，应咱母娘伊这条神。这是咱清净的天界，恢复咱这条清净的神自在，拢是遮尼啊清净。因为神啊甲人做伙，咱人修行，就是讲咱这个身躯爱会自由。今咱这个心啊，这条灵。要有神的自在，自由是伫外口的，自在是咱即马定条条的。即粒心袂乌白滚、乌白震动，这则是咱的主人，是咱照着内外相欠啦。啊，你会当运用啊，心外口你嘛会当讲，你嘛会当吹，你嘛会当以神啊为准。但是我即马是心内底一股气，应候先天，伊予我遮尔自在，这是心的天性，代表咱的天是公平的，咱做的是大公司，心的坦白，无个人的私利需求，写出着你即马这个意识心，神呐、啊，伊是咱的大智慧，有咱的慧珠。有咱的灵魂相串联的，所以讲我咧讲的是相接的，这则是咱母娘啊，伊甲咱护咧，是我用着这条灵气来自先天呐、啊，这条心真理显大，拢是伊。老母啊咧讲，则是清净，因为咱一世人就是要有清气心嘛。不要有垃圾的把我们放在这个心的跟身躯的，因为那是要再去行的，要再去做我们现在在说的欠人的，有的说做万亲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将到这些阻碍，将到我们的心嘛，要来做一番调整，要让这个心正直，要让这个心端正，是咱恢复家己这个心意，你自动化的，会当讲到至天。今咱爱是上悬的天，老母也住伫遮。啊，咱这个心啊，再平顺，无咱即嘛伫遮咧议论啦。所以讲，我爱是上创这个天理，无爱伫遮搁讲相对头的话啦。是我甲母娘讲转来，这种决定，这才是先天的自化。因为我要修的是正理的天性，上从母娘啊这条原型为主，晴天五来正天理，看现上从无形界，是咱以正天的灵。阿母啊，再来讲顺的情，这是咱灵元的灵气，嘛是咱行的清家己的心，是灵魂伊的灵性。在世间，咱咧讲的通信，我有无形正法界，你才有遮尔啊稳心的在，真理的灵性。打通顺家这条心，我有这点灵源
的灵气，伫转我这个心内底。母娘啊，爱予我真温和，这才是咱通灵的真意。因为神啊，伊是平等的，伊是有礼貌的，所以讲是咱南方这个神，北方这个地。我爱是现主时的灵性，过去世我会当做帝王，对王爷，但是这世人我要修到佛教啊，有这个神的计啊，神来来去去才会自在，帝王伊是烦恼家己，搁烦恼咱所有的这个神，甲咱即马这个面。这就是咱清楚，咱过去世这世人的进修，入到咱即马这个神的气，活用到咱这条清楚的脑筋，这是咱稳定这条灵性。这世人咧要见到这个法，生出到咱的灵啊，这间开现伫咱的清净，这个脑神呢，不应该。伊是一点啊一点啊，甲你归正，互你做转来咱的本性，这个源头，拢是原体的力，伊才有这种天然的智能，接你这个心嘛，这么平静，升华咱来甲这个无形界的天意，是伊原来咱的天性，要互咱达工。来讲到咱这条神，伊的原型是灵魂的注定，我才会当讲顺着这个发生。不应该爱你行，是这点灵气，心内底啊，这尊神为主，这才是咱的力，搁再力的大。不应该爱你体会。真正积聚、充足、满足，这才是咱讲的天元六灵性。咱以这条青天的本性，是灵魂伊的灵气。咱徛正这条天元，无爱咱伫凡间，因咱正是入世间，咱会当照着先天的理杀出来。这才是咱定家己的心，照着先天的能力，安尼我才会当讲出着这个法，自然的产生。母娘爱我讲出家的灵性，代表这个先天的本质，这拢是灵魂伊的灵性。咱上苍啊，要教咱的心啊，一顺，伫咱有这个生机。有这个机会，母娘啊，伊会当找到咱。这是咱讲清白用中之一啦，咱去抽到签头。所以讲，咱会当用到这点灵源的灵气，来度到咱今嘛这条神。这是咱随着正法的天性，老母啊，伊真正大功能。会当予我这个小心嘛，来直接转，这拢是天意。今日咱只有兑现上苍这个愿宝啊，这拢是咱的愿心，行出着在世间，咱的心起思为功。这是一个人啊，伊的感动感化，神啊，伊才会当照着你这个心。今日咱要讲的是天元的真相，老母娘的大愿者，这才是咱通天这点灵性。世间呐、啊，咱只有行正直，咱袂弯过自错，迷迷茫茫，直接搁拖，搁直接搁沿地拖沙，是咱即马寄入啊，咱这个脑中的信号啊。在世间，咱要行是清咱的心啊，心伊才自在啦。这才是咱一条清甲源头，
照着咱即马即个意，表态先天，老母娘娘啊，伊个原形原性，这才是同咱的清净，个人养会出来，咱的灵源，是咱用着一点灵气，要来向的咱的心。母娘爱予我会稳落来，在世间我会当开口，是咱即马即个神的话，毋是咱平常时咱做人学着迄种话。虽然拢是声，虽然拢是沟通的言语，但是灵，伊所有爱理解，伊的规律是严格。有这种威风大嘞，今日要讲神的威武，神的作风，只有接到咱的电波。今日我要讲的是道灵，你若无这个威风，无这个威力，你所有的防范失格。是我要讲到正天这点灵气，化作到咱这条神伊的主头。今天要做一个主角，一定要有这条清净的天来相助。但是咱个人啊，你要走入啊，你这个心头顶，这才是咱讲的天元道家，一条稳定的本性，小欠过。今天我有母娘，有我的力，但是我嘛爱尽力来配合。安尼，咱才会当成这个案。是我用着心来传着灵这股气，神啊，伊才会当进入着我心啊，掀开着灵魂伊的主宰。这是咱的正法罗灵性。咱甲老母是心连心的，所以讲只有安尼来做，咱才会当行到这尼啊经常。这尼啊正常，这尼啊挽救，咱这世人都永远要生啊，无爱阁有死的轮回啊。所以今仔日咱是起死，要上生往生，永远拢是伫咱即马即个生的内底，咱无爱阁有迄个身躯来负担啊。这就是咱即马。你讲话做挑生，咱会当甲超越，咱永远拢生伫咱的头壳顶，这个虚空界，这粒心会存在。人咧讲超灵啊，超祖先啊，就是这个超，超越咱人所有的智慧，所有的福报，这粒果啊，你才会当升华，咱来做神做仙。这是一种形容词啦，但是你现在这个气会当培养你现主持的角啊。今天咱是用角灵，用知觉，用着咱的能力来使，你才会当提醒着你这个心啊本来的位，本来的位。今天咱是这个慧主慧力啦，咱才有这股气来产生。金母娘娘，予咱讲出家。现主是咱的心感，这才是咱真正的知，在甲心内底啊，咱会当应效来甲做甲遮尼尽意啊，是咱用着这条正天的灵气，在世间我着要进入无形界遮尼顺时啊，这就是咱通天本性，我要超过着人。在讲经，因为人也是人啊，伊是伫遐轮呢呢。今仔我超越超生，就是要做神的家。安尼以后我才会当倒转去老母娘娘的身边，大做伙伴母啊，永永远远袂阁离开啊。这就是咱先天的本性，带有咱清净即尊神。世间
离袂开着忠孝两字。今仔我会当照着安尼来做，是来求天道母，伊来甲我牵绳，我才会当真正倒转来咱的法先天的本性，直接咧讲真法。这拢是通天的灵感。世间要讲的，就是讲开心啦。你这个法力有出来，法力就无边咯。道光嘛是无边咯，佛光嘛是无边咯。所以讲，伊是咧普照的。普照就怎？要讲我咱的心温暖，要讲我咱的心会当行出天。道理啊，真经就是要救人的心。救你这世人的灵做神，倒转来咱的本性，咱的性质，是这个质，是这个定，是这个格。今仔咱要参嘛，甲天相共，这种性质嘛。当然，咱有一定的，啊，你有今仔这个第一的品格，啊，这就是咧甲咱讲啊，你爱做到有够，心的体会啊。你一定要有良知，今咱离袂开着这个良心。良心就是良善，你有这个良心去做善事，啊，这要用智慧啊，用咱的脑神啊，用着你的心，爱放会开，放会落来啊，无你一定大计较的。是咱顺着这点天性，金母啊，甲母影，伊会当救人。在我23年前，我根本都唔知影什么叫做神，敢知影讲天上圣庙啦。啊，咱到人要做兵，要做啥去拜拜，啊，求我咱平安。其他咱都唔知啊。什么王爷公、千岁公、千岁爷，咱拢唔知。有啥物大道公？有啥物咱讲的这个上帝？有啥物君？咱嘛拢唔知啊。所以讲，今日恁要讲的是上苍这个天性。母娘伊要教咱会当清净，你会当行到正法之行，这才是咱在世间的经营啦。你真正会当安尼做，好多咱即马讲叫做操课操作啦。这是咱的魂来，咱每一个人来当修本分，咱的魂来做会顺。这第一要紧，唔免贪做，唔免去攀缘啦。就讲你唔免去招生意啦。无形的拢是缘到，今仔缘尽，安尼就煞，表示咱过去烧欠。咱今仔日当伫这个期间，咱做伙3年5年，迄就是过去烧欠济。啊，我会当用着尽力。来形着咱过去迄个功甲错，做人啊，你若有这个忠直老实啊，故意有无？安尼你就会当行出着咱在世间咱的行愿，因为我这世人愿行要行过去所有的欠欠，有诶讲叫做贪占啦，有诶讲叫做病症啦，咱过去所有贪诶。害人诶，还是无救人，救到完全。所以讲，我这世人要救人的心，要倒转来找咱的灵祖啊！啊，这才是咱源头啊！你这个心病会了缘呐，过去世咱受欠的有无？都要甲和煞，和伊和合团圆啊！做机离袂开着这种信号啦，何解啦？咱即马咧讲诶，照着这个天理啦，照着咱即马这个良心啦，安尼来报。所以咱欠诶，不管偌济，咱只有用着这个大自然诶来直接杀，杀咱诶心，杀咱诶意，来回应，来补偿咱过去诶不足、不乐。这才是咱讲诶通天真源。母啊，爱互咱心会转啦，转就是直接转，直接生。歹的转好的，唔知
甲转互会知。你过去无做诶，即世人做好甲到，了你逐项就会当通过来走过去，拢是好料诶。无歪过自传，会害人迄种心态。这是咱怀着正天的灵性，老母娘娘伊咧甲咱养，养着啥？培育、教育、教训，这咱来接受，因为这是天上界公平的资料。咱只有找到老母这个资源资料，来直接讲话。这才是大天公办，老母啊，伊降落来的精灵本性质，显露青天，才是灵气；转咱心病啊，才是天元。一个人讲道理啊，你心内生欢喜，无阻无碍，安尼世间就无担忧啦。无担忧了怎？你只要头壳会休困，你免受着折磨迄种艰苦啦，因咱要离开着苦啊，咱要离开着心病，啊，咱心才会当完全。即个心咱要健康健全，这才是修咱的心，明咱的心，见老母啊，这个真相咱学着啊，是原始这个天意。母娘啊，伊要甲咱拨开修行这条路的心。今日讲的只有心路，这条通天，这条光明真理大道路呢，离袂开着你去复杂，离袂开着你今啊，靠母娘嘛，靠你今啊，这个灵较早出窍，啊，你就敢那像讲要来做人有无？啊，要用供养，要让人来尊称大，这不可。每一个人先天拢是相同啦，但是后天是环境的问题，素质的问题，要求家己，这是上标准。在世间啊，咱只有用尽心尽意，做甲淋漓尽致，所有代志我拢甲做甲真功夫，搁刷咧，搁来复习，复习了，我再提出来做。今日若无流啊，你就无声音。过去老师教咱，三工若无复习，咱所有老师的话放伫树仔头啊，树仔顶啊，袂记咧啊。是咱这条灵气，母娘啊教咱，伊要让咱这个心，这个包袱啊，无爱歹伫脚趾片，因为歹伫脚趾片，你读的册都拢无用着。咱只有寄入啊，咱这个心，随时用，随时讲，随时直接解释。这才是一个人，你的心会当翻天倒转来，咱先天这个本性，因咱是为天降落来，所以今日咱的世倒转来，倒世倒转来，倒奥倒转来，这才是咱倒转来顶天，是原始一点灵气。是我今仔下凡，我有这条正天的灵气，这种记忆盘，这种记忆卡，是先天所留的，永永远远留的，伊袂损掉去，伊袂损磨去。这就是咱佛慧原来咱一种灵泉，咱灵若明啊，敢若亲像永泉呢？敢若亲像咱的泉水咧，清清清，温温温，泉水是温的啊，是咱用着这点人间的温暖，神啊，伊的普照，照开着咱原来迄个晶体。母娘啊，伊生咱，咱来亲像母娘啊，这个精子，这个金刚永远袂歹，或者金母。大至尊、大至尊，无比这搁较高贵啊，无比这搁较庄严啊。所以讲，这种尊重、这种尊贵，是咱这条灵要永远带伫天顶。钦宝啊，是咧讲咱每一个人心内底这种精华，
这种道命，这种道土，这种信仰，咱的真正中心，靠着咱的文明来讲，甲咱现主持的文化，因咱时代咧变化嘛，咱来用现主持的文明，就讲即马所谓社会修行中，咱的自信来讲着咱为古早甲即马，这个文化拢毋捌变的。这才是母娘伟大精神的破案，关心咱所有在灵兄弟姐妹，这是咱街道安尼起起来，因为这是基地，所以我起我的心来做主。母娘啊，才会当讲到这点灵气，大本经直接拍开，天山五色教化明。天主五体降神灵，转咱清果这条教，现咱团无形证，恢复正理是天界，度化清净神来，无形显化是天意，团咱清净，这则是咱的本心啊！母娘伊爱咱清心，这粒心你会当洗甲光漂亮啊！有诶，讲话做真赞真水气，这就是咱诶青天灵性，咱爱顺家即阵心灵，这是真诶，这是真诶，这是水诶。咱人离未开着真神秘，对着咱个人诶要求，今日咱无爱放啊啦，这是上好诶啊，上水诶啊，凡世间咱会当当骨啊。今仔咱要凡胎变圣胎，今仔咱这个凡骨，就是咱的骨气，要变着咱即嘛，这个身骨啊。所以讲骨气是咱即嘛咧讲的精华。咱若无这个精华，你脑中这个神未浮啦，啊未浮了咋？永远住伫这个天地的中央啊！啊，咱人是禽兽类的啊！这是苦嘛？今日要离苦得乐，回甘。咱爱老母啊，这个甘露；咱爱老母啊，这个法务，时常来甲咱传，互咱会当入神，互咱这个眼睛、甲鼻、甲嘴、甲身躯、甲咱内底五脏六腑三焦，咱会当用着人多来直接等死，查某费、查甫精。这是咱上重要的原理基础，献伫一点灵气，转伫咱这个顺家的心。世间拢爱牺牲，安怎讲？咱个人的精会，这才是咱上重要修炼法。无形离袂开着，你只嘛这个心会主宰，主宰着怎？了咱的思维，放这个光的。咱每一个人个当奉行安稳守纪、奉公守法、按部就班、按表操课，只有做低阶。今仔我要持我这颗心，要改换我袂做歹，这则是咱讲个青天道性对神呐、啊、伊个原型。不应该只有咱这个心拍开，空空空。空才会当生着咱的原来这电波啦，啊无咱这个心哦，拢凡世间有无？才执着，才分别心念念。伊这教较好，伊教较唔好，伊修了较好，啊伊福报较济，啊我着福报较少，天啊无公平呀、啊！人啊，伊哪会比我干的这么好啊？但是你咧好，别人我欣赏你；你咧歹，会欣赏别人。这就是咱人的过病，咱人啊，这个病态啦，敢亲像迄幽狗有无？过就是幽狗啊，甲你惹咧，你真正唔知好歹。这就是咱讲的天元灵性啦，要解说咱一世人啊，咱的进度，现伫原来正天神啊，咱才会当行
无形这种静心的力，今仔日拢是用动力嘛。你心发动，你才有力吧？有诶讲叫做灵动，有无？但是我灵动有甲迄个坎站嘛，有甲迄个气力啦。当然我爱静啦，这个静心盘造天意。今仔日这个心清清净净啊，代表老母这种真正圣意呀、啊。圣意就怎，会当度足侪灵的啦，会当化足侪心倒转来啦。这种的是神圣，这种的是太高贵呀，唔是普通人。你这个气场，你真正力使会到。讲经就爱讲到心内底啊，予人心啊，真正甲伊别人的心扭出来，直接听经。这才是真正咱要讲的啦。莫讲一寡啰嗦的话啦，安尼咱才袂牺牲，咱才袂白了的。你一世人咧行倒这条路，安怎讲？你无敢无敢，是咱用着这条青天的真意，老母啊来行正法路天行。好啊！Yeah.